Hello Ben 哥，對啲新手玩美股有冇咩 tips 啊？新手玩美股啊，其實最重要都是四個字啦，就是勇小利大。因為無論你是投資新手啦，定係資深玩家啦，其實最怕都是佣金貴啫。咁我自己就用緊華盛通，咁都算是一個即係美股嘅投資神器啦。咁樣，咁佢嗰個佣金就非常之低嘅。咁你每一次嗰個交易咧，其實都係唔超過$1嘅佣金。香港人咧日頭港股，夜晚美股，好平常啫。咁咧有華盛通呢個 app 咧就啱曬啦。咁開通咗個串流報價，咁就可以夜一夜都睇到個即時走勢。如果想全面啲咧，咁裡面都有美股嘅 KOL 專欄、美股新聞，咁啲分析咧都非常之仔細嘅，咁樣樣齊曬就唔會 miss 任何消息啦。不過有心水都係未夠嘅，最緊要就係 trade 得夠快，用華盛通嘅盤前盤後交易咧就啱曬啦。同條件單唔同，最大嘅優點咧就係唔使等美國開市，一收到晚料 anytime 落盤都得，咁就唔使捱眼瞓啦。其實華盛通仲有好多其他功能，譬如好似係抽美國新股咁啊，不過咧抽新股就要有翻少少底先得嘅。咁俾800万嘅資產證明咧就可以入場噶啦。哇，成800万啊！咁又唔使咁灰嘅，新手咧其實都可以試下玩期權啦。咁嗰個成本咧相對就低過買股票，就好啱一啲咧資金唔多又想試一試玩嘅新手。同埋期權嘅組合靈活啲啦，風險可以自己控制到，無論個市係升係跌，唔上唔落都有機會贏噶。不過新手如果係美術行咧，最好都係開埋華盛通個模擬 account 試玩下先。咁樣成功開通咧，就有100万嘅美金試玩啦。咁有 Apple 啊、Google 啊、Tesla 啊，咁有好多唔同美股嘅去到俾你自己組合嘅。咁可唔可以成為到千萬富翁呢？就睇你自己啦。想每日都过得丰盛，就要好好装备自己啦。华盛通 EDDA 入金24小时随叫随到 ，PC 手机随时随地睇串流报价，接收所有资讯。而家睇片都可以学投资噶，要 keep 住进修啊嘛。一个 app 满足唔同落单需求 ，set 好条件，成果就轻松到手啦。嚟华盛社区同大家一齐倾下偈，问多啲，识多啲。一个账户一种货币，跨市场交易，想入咩股即刻买入。你仲等咩啊？生活从此华盛。Sir 財經直播室啦，今日咧有同大家好開心，好多即係朋友仔跟阿林 Sir 買咗只比亞迪賺咗錢嘅做嘉賓啦，今日林 Sir 好開心啊嚇！唔止比亞迪，仲有隻3800協鑫科技，協鑫科技都好靚，咁咪又賺大錢。所以咧，今日我哋即刻，同埋咧，今日個市收得好靚啊！即刻要出翻個太陽，開一開先，得啦！我哋出翻個太陽出嚟先，係啦。嗱，見到咧，今日咧講一講個指數先啦嚇。咁啊，一開市嘅時候咧，都高開成176点啦嚇。咁啊，一開市嘅時候咧，已經咧收復翻條20天线嘅啦。嗱，之後咧升幅擴大嘅，最多咧係升過488点添㗎。嗱，最高位見過21762点嘅。收市啦，升445点啦，喺21719点嘅水平。全日成交金額咧有1411亿几嘅。嗱，問一問啊，車王啊，林 Sir 先啦，好多 fans 等緊你啊。嗱，對於而家啦，嚟到6月尾嘅下旬嘅啦，其實嗱對嚟緊嗰個後市有咩展望咧？嘅展望冇咩改變嘅，佢一定要衝翻上呢個22000点嘅。其實嚟講咧。而家點解要衝翻22000点咧？大家咧應該咧知道啦。其實枕住呢3个礼拜咧，你睇到就係話拜登總統咧係已經放緊消息出嚟嘅，點樣去恢復翻同埋呢個中美嘅貿易？咁嚴格上嚟講咧，佢其實唔係幫中國嘅，幫自己嘅啫。點解咧？因為你可以咧喺嗰個中美貿易方面嚟講，嗰個對中國嘅關税如果取消咗咧，就自然咧。就令到嗰啲貨品嘅價格咧就減低咗，從而令到美國個通脹壓力得到咧舒緩咗。所以咧呢個係拜登總統而家咧未來要做嘅嘢。咁所以基金經理而家都睇住佢啦，一路等緊佢
公布呢個消息。咁喺公布嘅時間唔講，梗係一路炒遠送嘅先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如果真係一公布嘅時間，你一撲入去，可能一開始就已經 get up 幾百點啦。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嗰、那個大市一路慢慢慢慢矮仔上樓梯，逐啲逐啲上。咁所以嗱，禮拜三嘅時間係咪曾經咧一跌就跌穿翻保利交通道嗰條中軸線啊？我咪話唔使驚啊，跌穿中軸線繼續買貨，你唔需要擔心嘅。二十天線係而家係向緊上，佢係呈現一個叫強勢嘅走勢，咁所以啊唔需要擔心。未來嚟講，一定上翻保利交通道嗰條頂線㗎啦。係嗱，我近排咧發現咗一個定律啊。嗱，逢星期五有林 Sir 同埋有我哋幾個咧，都一定有太陽呢個唔錯啊，係啊，係啦，所以咧咁犀利嘅，咁啊跟住就要買貨噶啦，星期五就要買貨，係嘛？好啦，嗱，咁我問一問埋阿郭 Sir 啦嚇，對後市即係嘅睇法啦，今日叫收復翻條二十天線啦，似乎咧就真係做翻好啲啦。但係咧，你睇翻上一次啦，嗱，啱啱睇個圖啦，嗱，對翻上一次咧，掂一掂條二十天線之後，一百，呢條一百天線咧就回翻落嚟嘅。嗱，會唔會話即係都有啲阻力咧？嗱，我覺得咧就我同阿 Simon 所講嘅18,235係3月15日嘅低位，第二個低位已經係5月10日嘅19,178點啦，第三個低位就係今個月嘅20,697，大家發唔發覺到啊？三個低位係逐個向上行噶，即係其實由三月份到今日為止，個市已經形成咗一個上升嘅形態噶啦。咁啊，只不過去到4月4日嘅高位22,523咧，暫時止步。而今個月嘅高位係22,142點，亦都係屬同一個區間啦。咁即係話上面橫行一條線落嚟咧。是一個阻力位，下面一駁上去是一條上升軌，這個是一個中期的上升三角形態，一旦突破了成交金額配合的話，是可以進一步向上推升的。在5月底已經講了，經過15個星期的股市的反覆試底之後，一旦去到一個技術上的回升，起碼3到4甚至乎4到6星期的上升形態，所以整個6月份應該可以提高一線的了。咁至於呢一刻，暫時嚟講，指數係輕輕穿咗條一百天線，仍然都仲係冇法子以收市嘅時間驚破啦。但係相信下個禮拜會突破噶啦。咁啊，會唔會好似上好似五月份咁樣，去到最後一個交易天先升破22,142點咧？已經唔重要啦，因為六月份係半年結啊嘛。咁啊，內地嘅政策又放行啊嘛。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下個禮拜翻嚟可能喺期指轉倉同結算阻緊嘅時間咧，指數已經可以進一步向上推升㗎啦。問題就係成交金額嗰刻能唔能夠配合？今日成交金額改善咗㗎啦，有1,484億，但係都唔夠㗎。依而家個市21,700嚟講，成交金額最低限度1,600億，起碼要1,600億以上。咁啊，睇下下個禮拜呢個情況會唔會有所改善啦。好嗱，好開心啊！我哋報一報喜先嗱，見到咧支付寶又好彩啊！哎呀，仲話特別咧，就要多謝阿林 Sir， 所以請食菠蘿包，係啦。另外咧，亦都見到阿小師弟啊，好好啊嗱，佢亦都用超級留言咧就講咧，今日咧就係新股啊 IPO 就係只高高 X 啊。係啦，咁啊2246啦，就快狗打車咧，今日都幾風高浪急下嘅，因為咧嗱，今朝早咧佢就話佢有幸喺高位就走咗，所以就贏翻兩個飯盒啊！嗱，講一講先啦，嗱，今朝其實咧佢開市係報21.5嘅，其實同招股價就持平啦嚇。嗱，一度咧衝上過去23.5呢啲高位嘅，係高過招股價7%啦嚇。嗱，但係咧你見一見啦，睇翻個日線圖啦嚇，咁啊見到咧1.5打後咧。咁啊！突然之間衝咗落嚟喎，係啦，林德士嗰度仲跌得犀利。冇錯，你見到佢 U 盤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以全日最低位收市啊！嗱，就低嘅招股價2.2%啦，報16.72嘅。嗱，一手200股計啦，未計呢個嘅嗰個手續費啦嚇，係要蝕956蚊嘅。哇！呢個莊家真係對唔住人喎，真係好坦白講，引人哋入搭，跟住就輸。其實咧，阿倫 Sir， 你睇成個上晝咧，佢都係喺個招股價上面嘅，都托住嘅，都托住嘅。即係話咧，嗱，講真啦，揸住啲手貨或者 IPO 翻嚟嘅，成個上晝任你沽㗎。
如果你唔沽啦，到晏晝翻轉頭咧，個轉捩點咧就係、是、一旦跌穿咗嗰個招股價，再踩穿埋20蚊咧，就江河直下啦。因為有啲人驚啊，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佢又冇回撥，散户得一個10%，基金揸90%，散户就算個10%，你要點沽嘅話咧，如果基金有盤係落住嘅話咧，你根本上沽唔低嘅。係啊，嗰、那個大股都應該出嚟托住。係啦，冇錯啦。咁樣做法係令人好失望，好失望。今日係好奇怪嘅，因為喺 U 盤嘅時間咧，大家睇睇下，喺 U 盤嘅時間咧，其實之前啊，應該係3:59。佢嘅成交咧都仲係講緊咧係17.几啊！我睇頭先諗啊，17.5，係17.5。好啦，咁啊跟住夠鐘啦 ，U 盤啦，一 U 落去咧就 U 到16.72。係啊，喂，使唔使咁樣 U 法啊？今日一定有啲盤咧就係、是、啊，我要沽翻翻嚟，我沽得都話算數啊。但係你諗都諗唔到自己會沽到落16.72㗎，你冇限價沽啊嘛。咁你就算下一價，你都俾拖埋落去㗎啦，係咪？好似當年匯豐咁啫嘛，係嘛？呢個真係好攞命啊！呢個情況咧，我哋真係要等啲散户唔抵啊！唔係啊，但係我哋啲觀眾好叻啊！嗱，啱啱見到阿思神啦，同埋阿小師弟咧，佢都話係有錢賺嚟走咗嘅。阿思神仲喺22.6走咗，最高23.几，好嘢啊！啱㗎，唔好貪，真係唔好貪，有錢賺就走。咁你去到20蚊樓下咧，可能就唉、哎、算啦算啦，睇多日先啦。但係你唔會諗到佢跌落19、18蚊噶嘛。今日去到18、17蚊、18.0嗰啲咧，有啲薄噶啦嘛。哇，跌得咁多，臨尾市可能抽上去喎。好，買翻10000几，咁你就中咗招啦。唔使睇下星期一翻嚟係點樣咯。不過呢個情況好罕見啊！如果係一啲新經濟股嚟講，係咪啊？好極度罕見，好少咁嘅場面，好少好少見得到。正所謂走得快好世界。係啦，不過今日唔使驚，我哋誒今日好多個板塊上升，都好升得好靚啦。啊，包括科技股、汽車股、同埋你隻協音內需股。同埋醫藥股，哇！嗰啲協音科技3000几犀利，今日升11%喎。冇錯啊！喂，仲有喎，技術上升破咗咧，曾經升破咗一年嘅高位喎，而家穿曬啊！係啊，而家平翻一年嘅高位啦。由於今日嗰個成交咧，大家睇埋嘅成交金額咧係亮麗㗎，即係過去呢一段時期係最多㗎啦。即係個動力係支持到個股價咧係進一步向上，睇下有冇辦法突破4蚊啊！其實。3000，我哋叫保利協音啦。以前我講一次，我就讚佢一次嘅啦。因為喂，一復牌停一排咁耐，一復牌3.4，嗱一接完之後咧，就一路跌到落2.几。而家過咗啦，而家過咗啦，過咗啦。但係而家你拉遠少少個圖睇咧，即係近乎3顶喎，1、2、3，近乎3顶咁樣喎。嗱，你應該咁樣講。佢喺2.5樓下，1个底、2个底、3个底、4个底，有4个底擺咗喺度。今日去到3蚊啦，就阻力位。技術上喺2.2到3蚊期間咧，任你走幾多轉啦，阿倫 Sir 都叫人買啦，2.3叫人買啦，2.8啊，2.9你走啦，走好多轉噶啦。咁邊個將呢個價股價喺呢個一段時期一路維持呢個格局，然後去到後期將3蚊推穿嚟上去咧？不是等閒之輩啦，係咯，係嘛？擺明就係收貨，一路收，一路收貨噶啦。佢哋未夠喉噶，3.4立咗咁多貨，唔通3.7走啊？我諗你真係可以睇到佢4蚊啦，而家。我諗唔止㗎。係咯。唔止㗎。係啦。有貨咪繼續揸落去咯。嗱，咁啊都一定要同阿林 Sir 講一講啊啲汽車股啦。阿林 Sir， 嗱咁啊，大家近排咧呢幾日咧。最關注的一定是986隻就是蔚來，為什麼呢？因為呢他昨天很不幸就傳出了一些消息，就是一個奪命的意外的。在上海總部呢一架測試車呢就由5樓的地就跌了落地下了、啊、造成2名的人員就死亡的。嗱咁啊，見到蔚來就話是純屬意外的事故的，即架車喺5樓，砰一聲衝穿個玻璃幕牆，就咁直插地。我唔知佢試過位有冇玻璃啦。點會有啲咁嘅意外？冇可能有咁嘅事嘅喎，5樓喎。但係咧，咁
有內地媒體就話啦嚇，佢話個事故原因咧，可能就係嗰個涉事人咧，就係、踩錯咗個油門，係、啦，嗱咁啊就導致佢衝咗出去啦。咁所以嗱、究竟係咩咧？暫時都真係未知嘅，呢啲都係嗰啲暫時都仲係傳言未經證實嘅，係、啦。嗱咁啊，其實今次嘅意外咧，其實大家都好自然好關注咧，就係啲嘅嗰架車嘅安全問題啦。阿林 Sir， 你有咩睇法先？剛才你所說的就說可能是工作人員踩錯油門、如果工作人員踩錯油門車一動了，他應該很自然就要入到 brake 才對的、對不對？但是我自己擔心的一件事就是說他會不會開著了個叫自動駕駛系統呢、你記住剛才你所說的，他說得很清楚，他是衝爛了個玻璃落門，他在室內的，他看到塊玻璃，他可能會覺得前面沒有什麼障礙，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呢？這個我純粹我自己擔心而已。但是現在我相信現在在那個公司，還有我相信安全部門都是現在調查的，我們都不要太早過早下了個定論，以免影響他的聲譽。我自己希望就是說始終都不希望因為有一個叫自動駕駛系統這樣東西是影響，因為始終呢樣嘢新嘅事物，外國都發生過好多次，嚇、喺中國大陸亦都發生過，咁啊曾經都令到好多人咧係意外死亡嘅，咁所以我絕對咧都唔希望有呢樣嘢咧係真係自動系統發生，否則嘅説話咧，第時嗰啲消費者買汽車嘅時間，尤其是新能源汽車，可能咧佢見到呢個自動系統，佢寧願咧就唔加上去嘅，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令到我有啲擔憂嘅。是 啊， 是啊，因為其實前兩天李克強啊，咁佢都講到噶啦，就要進一步釋放汽車消費嘅能力噶嘛，即係咧要支持翻啲新能源汽車嘅消費啦嚇。嗱、送8000元你啊！嗱咁而家有啲政策支持啦，其實見到咧近排啲汽車股咧真係繼續有資金追捧嘅啦。林 Sir 成日都話你隻比亞迪咧就好旺味噶啦，大家都跟到你啦，有錢賺啦嚇、有觀眾頭先見到都話咧跟到你即係賺咗好多錢啦嚇、但係走勢最靚係小李喎、即係2015喎。2015啊，林 Sir 咧就似乎非常之睇佢隻理想咁樣嘅。即係一個月由80元升到160。幾啊？160一倍啦，5元一倍啦，即係你想點啊？仲犀利啫，300。啊，林 Sir 會唔會變一變心去只理想度啊？睇下你用咩嘅角度去比較啦。咁我啱啱咧就印咗一個表出嚟咧，係有關於比亞迪啦同埋韋小李呢四隻股喺同一嘅時間，包括埋今年年初最高位，包括埋一年前同埋兩年前嘅。如果你用這個叫做譬如說在今年年初比較呢，理想今時今日還是跑贏了這個比亞迪，理想呢是升了20%，比亞迪呢反而呢就升了16%，這個是今年年初最高位的時間比較。如果你看回譬如說小鵬呢就慘了，還跌了34%，另外呢就是蔚來還跌了27%。但如果你說用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譬如說兩年前跟比較呢，如果兩年前比較就完全不一樣，兩年前比較理想呢只不過是升得67%，這個小鵬升緊119%，這個蔚來又升了12%，但是比亞迪就升了308%，咁啊最勁就係呢一個比亞迪啦，升緊308%，因為同期嚟講，如果你講蔚來咧，蔚來只不過升咗12% 嘅啫，咁所以視乎睇你用咩嘅時間去比較。咁如果你話講翻係近呢一兩個禮拜咧，咁當然嚟講咧，就係因為理想會走得快啲，因為呢一個禮拜咧，理想嚟講咧係出咗啲新聞啦，出咗一個咩咧？就係理想出咗個叫 L9 咧，你嘅 MPV 咧係比理想 ONE 咧係大少少、靚少少，同埋個電池嘅力水又多少少。咁咧，你睇翻美資大行咧，就會覺得呢一隻 L9 咧係可以打得到歐洲嗰個叫 BBA， 就係咩咧 ？Benz、BMW 同埋 Audi 係我哋打呢三間嗰啲 MPV 嘅。咁所以咧，睇好佢哋呢一個嘅銷量，同埋咧，我都研究過呢一隻新嘅 L9 MPV 咧。
如果用以往我咁同人講咧，就係話你一定要過咗每一個月一萬步，咁你先 break even。咁但係呢只咧就唔需要嘅，點解咧？因為原來呢只 L 九咧，佢有好多嘅零件咧係與理想一係共用嘅。咁由於理想一同埋佢都共同擁有好多零件，都係可以互相做，咁所以佢本身就唔需要達到嚇一萬輛一個月就過 break even point。佢可能咧大約我估計嚇。大約每一個月六千輛咧，佢又可以過咗個 big even point 啦。咁所以對於理想嚟講咧，將來嘅盈利嘅能力咧係一支強心針。咁我都喺唔同嘅平台咧講過無數次嘅啦。我預期今年年尾之前，理想係第一間轉虧為盈嘅中概電車三寶嘅小企之中咧，佢應該最快嘅。咁所以點解咧就係近呢一個月咧，佢因應翻呢個新款嘅 L 九嘅推出。所以咧就炒得咧，個升幅比呢一個比亞迪係仲更加瘋狂嘅。係啦，咁啊，倫 Sir 放心曬啦。係啦，咁即係我而家就推住兩隻股，2015同埋3800。係啦。嗱，有啲觀眾都講開只3800咧，就話係啊 R R 咧，佢就話。上次賺了一成半之後沒有買回，很後悔。我也想問有沒有哪隻比3800正，現在就是理想了，是吧？理想正的，那個幅度大過很多。其實你說走完之後是不是真的不可以買回呢？你 15% 賺了，你那次你就完成了單deal的了嘛。即股份如果仍然有個上升的空間的話，你可以再買回的嘛。Simon 他203買啊！比亞迪可能287走，走完之後佢第二日可能275去再買翻嘅，即係光浸去食咗就死咯。我今日咪就係咁樣咯。係咯。其實琴日嚟講咧，走得都唔高噶。啊。所以今日嚟講都冇辦法啦。好多人咧。2蚊。係啊，啱啊。差唔多2蚊咧，係要追翻翻㗎啦。因為今次你追翻佢咧，下一個浪咧，即係我覺得係7月4日咧，一開翻出嚟，話佢嘅銷售量又再創新高紀錄，嘭一聲。我自己睇320蚊冇走雞嘅，咁所以冇辦法，今日高2蚊都要追翻佢。嗱，阿 Simon 講得啱㗎，咁你嗰個股份你走完之後咧，佢個長期發展係冇變㗎嘛，咁你啱嘅話，有信心嘅話，你咪又再買翻佢咯。如果你話，10蚊買騰訊，100蚊就賺咗10倍走咗啦，以後唔再買翻啦咁樣，你咪搞好啦。咁啊慘啊！升到上去幾千萬啊！所以好多時咧就啊賺完15%好開心，但係睇翻啲基本因素，基本因素仍然係好嘅話咧，啱嘅咪又再買翻去咯，冇問題噶，咪食第二浸啫嘛。係最緊要咧，你哋大家有個即係兩幾位阿 Sir 嘅游水策略，呢個好緊要啊！你最緊要識得游水。游多幾次咧，咁你食就食多幾次碗，咁就可以係啦。最緊要嗰只股票升就得㗎啦，你慢慢追都得嘅，可以慢慢跌嘅。今日咧都發生咗一件事喎。係。咁啊，今日我睇翻呢個Yahoo，睇翻Yahoo咧就係嗰個比亞迪嘅 A 股。咁咧，今朝其實我一早排一隊㗎啦，因為我睇住 A 股嚟炒呢個 H 股嗰個高低價位㗎嘛。但係估唔到咧，我睇咗成朝之後，突然間發覺有一樣嘢咧係出錯咗。因為咧。佢淨係有咩咧？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同埋今日嗰支陰陽燭嘅圖，獨獨咧係缺乏咗星期四嗰支陽燭嘅圖。咁所以我感覺上咧就係話，咦？點解好似我睇翻咧就好似要補翻個裂口少少喎？就係因為佢原來冇咗星期四嗰支陽燭圖。咁所以我睇咗成朝都發覺有啲唔對路。哇！到下晝啦先發覺，哇！點解呢個Yahoo會咁樣㗎？睇呢個 A 股圖點咧？即係你日日都有陰陽燭俾你睇，點解啱啱就係嗰個圖就冇咗禮拜四琴日接咗張陽燭，咁所以令到我咧今朝排位嘅時間咧就排得過低，排306.幾啊！咁啊後來嚟講啊，真係原來發覺佢哋出錯咗個圖，咁啊冇辦法啦，臨尾先至嗱嗱聲改價，改翻去2-3蚊先至追翻到佢。啊！咁呢樣嘢真係唔知有冇得投訴咧？你話係有得投訴，係咯？而家你投訴咗㗎啦，已經投訴咗啦，我哋收到啲投訴㗎啦，係啊，我哋已經收到嘅。啊，我哋已經知道啦。做咗啲嘢啦，唔好呢個情況繼續出現啦。我哋平台影響力好大㗎嘛，係咪先？係啦，好啦，嗱，我哋誒講完啲車股啦，我哋又講下其他今日啦，都仲有好多股份嘅。今日啲藥股又犀利咧，或者信達生物啦，101今日哇跌咗好耐好耐咧，而家真係見底啦，反彈啦，
升12%啊！幾犀利啊！即係嗱，即係呢只九十幾蚊跌落嚟嘅股份咧，其實真係跌到殘嘅，而家終於佢有啲藥批出嚟啦嘛，咁所以佢咪彈翻咯。係，咁誒而家嗰啲係咪可以開始留意下啲藥股啊？係啊，絕對可以啦。咪搭順風車咯，其實咧，你一個月嘅低位係20蚊，咁啊唔好忘記一個月低位。20蚊去到而家36蚊，哇！升咗點止50%，係唔止噶，80%。但係問題就係咩價跌落嚟啊？係90幾蚊跌落嚟噶嘛。同埋大家要留意啊，由18蚊開始慢慢行嘅話咧，你唔使睇乜嘢，你淨係睇股價表現，慢慢收復咗10、20、50同100天線。收復呢幾種移動線之後咧，成交金額一路都係維持一個比較。多的情況啊，到今日嗰支洋燭啊更加犀利啦，同埋成交金額係配合嘅，咁即係話咧喺動力方面咧係支持到股價咧係進一步推升。不過嚟到而家呢分鐘30幾蚊買咧，咁啊風險管理梗係要做啦，因為20蚊開保噶嘛，你可以上望40、45都得，冇問題。但係萬一10% 嘅少少嘅反覆咧，自己計自己數啦嚇。係啊，嗱，但係爭少少啦，先至去翻早前呢個嘅。叫頸線位啦，應該同埋仲有一樣嘢啊，大家要留意啊。6月份係半年結啊，今年個市由25,050跌到跌到18,235，基金係坐曬貨噶。咁去到6月份啊，適逢咧係有啲政策嘅推動啦，咁啊趁機會稍微拱翻高少少，咁去到6月底半年結出到嚟，嗰個基金嘅組合表現。最低限度不會太過差嘛，其實呢個情況我5月下旬已經講咗噶啦，即係6月份咧係有嗰個半年結嘅粉飾嘅效應，好多股份而家正在係做緊粉飾噶啦。係啦，仲有隻係Dennis Y 問嘅1789啊，今日呢個又係明星嘅，佢幾叻啊？佢6.6估咗差唔多最高價，估咗獲利喎，哇！係啊，嗱呢只都係啦，高位跌落嚟嘅，大家睇下啦，AK Medical 啊，呢只嘢犀利，又係高位跌落嚟，跌到7彩，而家又彈翻啦。幾時再入啊？我諗你等耐少少。愛康係咪升過上去20幾蚊㗎？係啊，係啊。啊，呢只係我記得啦，我嗰個時候喺幾年前啊。我3.4蚊啊寫過噶啦，當其時我都係睇5蚊6蚊，已經好進取好進取啦。點都去到27蚊。冇諗過去到27蚊噶，真係冇諗過27蚊。喂，阿Simon，3.幾寫只股份啊，計過曬數啊，4.5蚊到應該到噶，都50% 啦，喺嗰個環境唔少噶啦嘛。你點諗到去到20幾蚊啊？係咪？嗯，係啊，好多股份都係咁樣啦，好似譬如話一年之前只1919我都係咁睇噶。1919，當時我就諗嘅，最多咪升到呢一個9蚊左右。咁但其實當時嘅9蚊同埋而家嘅9蚊唔同咗，因為而家嘅9蚊咧，佢係會更加高嘅。咁但係佢咧，竟然間1919咧一直咧係升到成哇！喺當時我差唔多接近20蚊嘅。咁啊，所以我都冇辦法啦嚇，9.幾估咗，眼白白一路睇住，一路扯到唔知18蚊、19蚊。係啊。係啊，因為近排見到波羅的海指數咧，都連跌幾日啊嚇，咁啊，波羅包轉跌得好慘啊，仲有嗰啲銅價、鋁價又跌得好慘啊，銅先犀利啊，咧銅嗰個江西銅係咁跌，嗰只有冇穿10蚊啊？江西銅啊，個未穿10蚊。哇，都差唔多啦，一年嘅低位10.13咋，係啊，爭幾遠咧，爭幾毫子咋，啊。即係而家唔好買金屬股，唔好買油股。係啊，所以你話咧呢啲事咧，係唔係隻隻都得啦？真係唔係啊！你一定要阿爺支持嘅行業，冇錯啦，啱啦。阿爺唔支持嘅，唔好搞啦。汽車股咧唔支持嘅，嘥氣。嗱咁啊，講開你即係其實有啲政策支持啊，頭先啊講咗開咗啊，林 Sir 啲汽車股啦。嗱有啲觀眾都講啊，嗱小師弟佢就話，即係始終咧1211咧，而家係即係300幾蚊呢啲位置10幾萬一手咧，唔係個個都有錢咧買到一手嘅，即係一手係好重皮下啦嚇。咁啊，佢話要買乾買腎先有本事買啦嚇。咁啊，而家咧就問下有冇其他好選擇喎？咪買理想咯，100股一手啊，咩16,000+係嘛？咁你得唔得啊，林 Sir？ 定係有冇其他啊？嗱，理想咧，我覺得咧有少少 overboard 㗎啦，因為咧頭先我所講就係因為佢出呢個 L9 啊嘛。係。咁但係你 L9 嚟講咧，雖然我都覺得佢呢嘅車係
都算唔錯嚇，美資行都係吹捧緊佢呢只車。咁但係如果你話性價比咁對咧，佢應該又唔夠比亞迪出嗰只 D 九咁好嘅，因為比亞迪嗰只 D 九咧，佢係同 Benz 撞出。咁 Benz 咧係負責 quality control 嘅，咁同埋佢呢個 D 九咧比 L 九咧大又大少少，高又高少少，仲有一樣嘢平又平咗你成100,000喎。哦，收遠喎，即刻。係啊，咁所以喺性價比上方面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寧願咧係個會個誒 D 九咧係好過佢。咁如果你揀其他嘅汽車股咧，其實新能源汽車股之中，除咗比亞迪誒，譬如話誒238啦，238旗下其實嗰只 iON 咧，佢嘅新能源車係賣得的而且確係唔錯㗎，因為佢每一個月咧平均而家咧都恢復翻差唔多成20,000以上嘅。咁之前我都講過啦。你能夠每一個月買10,000咧，你已經過咗 break even point 噶啦。10,000以上嗰啲咧，其實就係淡淡肉噶。咁所以我只覺得2238，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佢，佢嘅 ION 係賣得的而且確係唔錯。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長城，其實佢個新能源汽車，我覺得佢比呢、這、一個叫吉利咧，都會稍微好一啲嘅。咁雖然嚟講，佢而家都仲未話款款過曬個 break even point， 咁但係咧。在那個 break even point 這一方面來說，它比吉利是好一點的，所以如果你要追其他的汽車股，不妨可以考慮呢，就是238啊、長城啊，可以追回一些落後的。好，收到曬啊！林 Sir 講完呢兩隻咧，咁啊，小師弟應該可以做嘢噶啦。嗱，嚟講一講啦，啊，琴日咧都見咗一個消息嘅，就係咧佐丹奴咧，琴晚就公布咗咧，就話大股東鄭家純家族旗下嘅私人公司周大福控股咧，咁啊提出以每股1.88咧就全面收購佐丹奴嘅，而家即刻去到1.88嘅水平，完全冇肉食啦。嗱，咁啊，昨天就停牌前收市1.59，其實日價都有成18%。今早復牌的時候，其實看到都大幅高開是20%的，最高位是去過1.95。嗱，咁啊，點樣睇咧？呢單deal呢個已經去到嗰、那個即係私有化價，你都冇肉食噶啦，冇得玩噶啦。如果係好多人唔滿意嘅話咧，佢一定會炒到高，炒到去2蚊嘅，所以呢個會成功嘅。唔係咁啊！如果你私有化，你同收購兩件事喎。係啊，嚇！呢個私有化應該會成功咯。咁如果你係否定或者唔支持呢個私有化嘅小股東嘅，佢呢個私有化一失敗咧，可能估計要落翻去過3-4嘅咯喎。係啊，係嘛？所以好多會把握呢個高位咧，係啊接受咯。係啦。阿林 Sir 又點睇啊？嗱，咁用私有化咧，上市科一定會要求你，即係呢一個叫做GO 啦。GO 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你要將其他嘅小股東嘅股權咧都要賣曬。所以在這方面呢，你其實自己揸住大股東同埋呢一個叫 connected person， 即係有關聯嘅人士咧，到喺呢一個叫做擴大股東會議入邊咧，係不准投票嘅。咁所以咧，視乎翻咧有兩個因素，第一就係話你剩低嘅股東投票率過唔過，俾唔俾你通過，而仲另外一樣嘢就係話當日出席嘅小股東計，你一定要當日嘅小股東在場嗰啲咧係超過90% agree， 你先至可以通過。咁呢樣嘢咧，有少少難度嘅，因為以前曾經出現過咧，就係咩咧？有一啲叫做人頭啊，人頭嘅意思就係話，佢特登咧，有啲人咧係阻住你，唔俾你私有化，咁樣就揾一啲有股東嘅人。但係通常嗰啲股東咧係好少嘅，你可能揸住一手、兩手、三手。咁但係你如果去到呢個股東大會投票嘅時間咧，佢有一個 condition 咧，就計你人頭，就唔係計你股數喎。咁當然咧，到場嘅人就兩個 condition， 第一就係一定要股數多，第二就係你人頭一定要高。咁所以咧，如果喺擴大股東會係要通過咧，其實難度係真係有啲的，而且確係難嘅。咁所以唔係一定係即係抌心口話一定通過㗎。好啦，我哋又不如開始答下啲觀眾嘅問題啦嚇。大家有問題想請教林 Sir 都快啲喺留言板度咧就留言啦嚇。咁同埋咧未俾 like 嘅朋友快啲俾 like 先。好啦，嗱咁啊，見到咧有個觀眾就想請教就1888啊，就見高即沉。見高即沉版呢個真係符合咗個名啊，見高即沉啊。嗱咁。
但係咧，咁佢都賣得低嘅，9.65先買嘅，係啦，佢係鬧底啦，即係。係咯。嗱，呢一隻鬧咗底之後嘅部署應該點樣操作？佢問。十幾蚊跌落嚟啊！呢一陣係13.幾跌落嚟，咁啊，其實咧13.幾咧嗰時候係三頂㗎啦，升得咁多，後期咧一除盈之後咧，一二三隻咧，啲陰足太多啦，我都睇唔到，眼都花曬。但去到而家9.幾銀錢咧。你買得到的話咧，暫時嚟講咪睇有冇機會翻上去10蚊樓上先啦。因為今年咧，可能嗰啲汽車啊，或者好多行業咧，都仲係比較旺嘅。佢哋對玻璃絲嘅需求都好大噶嘛。係啊，佢呢個係做 PCB 嘅，唔係做玻璃絲嘅個玻璃絲。哦，積層板呢個就積層板，但係對積層板嘅需求都一樣好大噶。但係會放慢㗎啦，因為嗰啲手機啊，下半年嘅銷售會放慢。咁啊，股價都有。呢個供應鏈嘅問題，連啊 Elon Musk 都話佢而家間奧斯丁德州嘅廠同埋德國廠蝕到趴咗喺度啊！好啦，但係佢都擔心會破產。股價咧由10幾蚊跌咗落嚟啦，咁而家你9.幾銀錢買得到嘅，咪睇有冇機會翻上10蚊樓上先啦。最近個跌浪咧。其實係好明顯嘅，但係係匯豐 downgrade 咗佢，話佢下半年唔得。係啱啊，但係問題就係佢第一支陰足，第二支陰足，其後啲陰足咧越嚟越窄，越嚟越窄㗎。咁即係嗰個拋售壓力咧已經慢慢收細咗㗎啦。咁理論上咧，如果有正常嘅反彈嘅話咧，我唔敢講會試翻條十天線，上翻10蚊啊，10.05睇下到唔到，到期時之後睇下情況係點樣啦。因為最近呢啲陰足咧，嗰個沽壓已經係收細曬㗎啦，已經。係啊。好嗱，再望一望咧，有個叫錦田嘅朋友，佢就想問只2070嘅只粵海投資啊。哇！嗱，11.68買嘅。翻唔翻到家鄉啊？或者11.68啊？係啊，有啲遙遠。哇！咁即係山長水遠喎、啊。即係呢個位置、這個頂位買。係啊，你東江水都救佢唔到啊！阿林Sir有咩方法啊？沽咗佢買比亞迪係咪要？將佢轉咗買3800啦，協音科技啦。嚇？點救啊，林Sir？論上面咪真係講得啱㗎，即係東江水都救佢唔到㗎，以七成嚟講。佢最大嘅 income 就來自東江水啊嘛，咁但係你要記住啦，你諗一諗啦，係咪喺而家香港嚟講，嗰、那個用水量係突然之間有咩原因就大量攀升咧？冇。大家咧，第一樣嘢就係、是、無論咧就係話喺嗰個疫情方面嚟講啦，或者你去出外玩樂嚟講咧，嗰、那個活動咧都減低咗啦嘛，咁就自然用水量都少咗啦。咁啊曾經有一段年初嘅時間，其實。學校嗰啲全部都唔使翻學啦，咁變咗嚟講，用水一定係少咗噶。咁所以喺呢方面咧，自然2070呢方面嘅盈利咧係減少咗，係非常正常噶。咁所以尤其是佢嘅核心業務就係食水啫嘛。咁所以我覺得暫時你一定要捱下價噶啦，冇辦法噶啦。你要上翻去你個家鄉價咧，我相信要等啦，起碼要等一年以上先有機會啊。好嗱，即刻望阿 Sam 先用超級留言留咗俾我哋啊！多謝 Sam 嗱，佢就問只3323啊，係啦，咁啊就係只建材嘅建材股。嗱，佢就未買貨嘅，就問而家建倉得唔得？嗱，而家係見到8蚊，似乎都有翻啲支持嘅，係啦。咁啊，其實但係咧就走喺幾條平均線下面，有冇機會博下反彈咧？阿郭 Sir 點睇啊？咁啊，如果一年嘅低位係8.71啦，而家咧接近呢個低位啦。咁啊，我當你穿唔穿咧，其實已經唔重要，最重要就係政策點樣施行嘅啫。直到而家呢分鐘，政策仍然大舉咁樣放落去內需嘅板塊，尤其是汽車工業。咁啊，中國就係靠出口內需固定投資啦。出口啊，可能啊，拜登啊同我哋嘅領導人講講啊，我唔收你關税啦，咁樣或者個別唔收關税啦，呢啲啊等佢慢慢搞啦。但係內需的板塊其實政策是全力去推行的，你反為固定投資暫時來說沒什麼落墨，就算你說固定投資、房建、基建，房建現在著眼點是幫發展商去賣樓，不是說要賣地來建樓，現在不是建樓 的時間。至於一些大型的工程會不會做呢？暫時來說就未去到，不過中國咁大，梗有啲工程要做嘅，不過就唔會因為話咧要維持個經濟嘅增長、製造嘅需求咧，就搞啲大白象嘅工程。我諗而家唔會咁樣做，因為財政都比較緊㗎。
所以買少少就冇相干，平就係平，但係問題你要坐你要擺咯，直至到咧啊基建啊啟動啦，開始行啦，水泥個需求慢慢翻翻嚟啦，佢先至會有個勢頭俾我哋見得到嘅。而家冇噶，想買10,000股嘅，買住2,000守門口，唔好多咯嚇。好嗱，啱啱咧有見到咧阿 Mandy 啊，想問只1772即係金豐理業。嗱，林 Sir 就話啦，79蚊入咗㗎啦，仲有冇上升動力？見到條上升軌都升得幾靚下嘅噃。應該仲有嘅，咁啊，大家都不妨咧嗱留意翻咧，就係話喺7月份嘅時間咧，佢會再公布咧汽車嘅銷售量嘅。咁我相信咧7月初嘅時間咧，佢都估價應該有能力係會再上一上，去翻一個再高少少嘅台階嘅。咁啊，如果你係揸住貨嘅，不妨要等到7月初公布呢啲汽車銷售量嘅時間咧，佢有機會可能再上一上咧，可能到87蚊啊，86，起碼86蚊啊呢啲咁嘅水平，先至到時先食苦嚟嘗咧，唔需要咁早嘅。好，咁啊好啦，嗱，另外咧，啱啱見到有觀眾咧。就想問只968啊，就係只信義光能。信義光能。係啦，12.74有貨嘅，嗱而家少少錢賺啦，今日都升得幾靚下嘅信義光能啊。都升咗。我兩上有乜睇法啊？但係佢近來嘅走勢就遠遠超過只協音科技咯。咁我哋係投資係睇走勢嘅。嗯。看圖識字，那個走勢靚嗰只就追邊只咯。即係呢只就不了，暫時係啦係啦，橫掂你都將係同一樣嘅嘢、啊、但係呢只反而因為嗱，協音科技咧做上游嘅係啦，同埋佢個股價一路都係處於高位啦。但係呢只啱啱就咬翻上嚟，有少少突破啦嚇。咁啊，會唔會係呢只嘅直播仲比較呢只佢嘅市盈率唔低㗎，都仲係差成20倍嘅差唔多，係所以。所以你睇之前去到15蚊，即刻跌翻落嚟嘅。林 Sir 有乜睇法啊？我都揸住咗呢一隻嘅股份嘅，咁都係差唔多咧，係低過呢、這、一個今日嘅收市價買嘅。咁我都係搏佢短線嘅啫，希望佢下個禮拜一上翻保利交通道中軸線13.3毫幾以上啦。嗱，咁我就食股噶啦嚇。咁我就真係純粹炒短線嘅。咁由於我自己。即係有呢、這個利益衝突啦，所以喺呢方面我就唔會建議你買入啊或者沽出嘅，我有我自己食股嘅算數啦。好，明白曬嗱，好啦，我哋又再睇睇咧，有啲觀眾咧就想問只388啊，只港交所啊嚇。嗱，港交所咧今日都升得幾好、啊。係啦，今日升得幾靚嘅，因為咧個行政總裁歐冠星嘅出嚟講嘢啦，佢就話咧目前咧已經有180間公司咧向港交所遞交咗 A1嘅上市申請嘅、啊，即係一個月度可以上市嘅。嗱，佢就話咧180間咧係一個比較高嘅數字嚟嘅。嗱、啊，咁即係似乎港交所即係早前咧呢啲最差嘅情況已經過咗啦。係啊，應該係啊，因為上半年咧，香港咧全世界排名咧由第3名掟到落第9名啊，即係。好慘啊！一個月得一單到啊，今日嗰單仲要輸大錢添，咁啊真係攞命啊！如果你話市場氣氛好嘅，上市 IPO 嘅，就算唔賺錢多嘅，都有少少肉食嘅，咁啊大家梗係樂意啦。你整一隻嗰只狗狗咁樣，突然間啊，嗚兩嗚，嗚到落16.72嘅話咧，咁啊多多少少嚇怕咗啦。同埋咧，你上市新股咧，你睇個 size 啊嘛。如果一啲係比較細嘅企業嘅話咧，咁老實講，就算上咗市之後，可能你同我都唔會關注到佢嘅。係啊。嗱，咁啊 ，Sandy 佢都有講啦，其實佢都幾鍾情你港交所嘅，但係370蚊嘅時候走咗㗎啦，就想入翻，因為佢走咗之後咧，先不停咁升，佢話好後悔啊，哎呀，所以咧而家佢入得未咧？阿林 Sir， 你有咩建議佢咩位置入翻好啊？追唔追翻啊？如果你看個圖形咧，佢係屬於一個少少嘅W 型咧向上翻，有機會上翻呢個400蚊，補翻之前咧下跌嗰、那個嘅急速下跌嗰、那個裂口嘅。咁但係你都要留意翻一樣嘢啊，因為始終咧港交所咧係有一個負面嘅因素咧係仲未出現，或者叫仲未公布咧，因為佢喺呢個英國方面嚟講咧 ，LME 咧。就已經咧係有一個公司係俾人告緊佢，可能百幾億嘅。
咁呢個又就有關於佢大約咧兩幾月之前嚟講，就係暫停咗一啲一啲金屬嘅合約嘅買賣，而令到對方咧可能咧係無啦啦要損失咗成百幾億。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講個官司，大家都唔好忽視，千祈唔好以為嚟講一定告唔入，一定告唔入。我覺得有機會嚟講咧 ，LME 有機會會輸嘅。如果輸嘅時間咧，佢可能一撥地撥翻百幾億，絕對唔出奇嘅。因為今次嘅事件咧，其實係有一個叫前例啊。咩叫前例咧？大家都知道啦。兩年之前嚟講，美國石油嗰個期貨嘅合約係咪曾經油價跌到去$37，係-$37？負數啊，係啊，兩年前咧。我諗啦，美國點解當時嚟講個期貨交易所佢冇 stop 佢，仍然俾佢係直接係跌到去-$37，逼令我啲輸家係咁樣打把法。咁所以你倫敦交易所今次咧，佢咧就話要以呢一個秩序，即係要維持秩序為例，暫停呢個交易咧，有機會係取消嗰啲交易添啊，唔係暫停，仲係取消咗嗰啲交易啊。係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嗱有機會輸唔出奇㗎。咁因為嗱，你記住一樣嘢，如果港交所即係香港嘅投資者當年冇買到呢一個倫敦交易所咧，可能呢單官司係過唔入嘅，因為以前嘅大股東係嗰啲咩啊？全部啲大行啊嘛 ，J.P. Morgan 啊、高盛啊、Morgan Stanley 嗰啲，你梗係顧唔入啦。但係今時今日係香港人係買咗佢個股權啊嘛，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咧，顧得入嘅機會都唔好排除啊嚇。係好啦，嗱咁我哋咧都想咧有個觀眾咧。就想問阿林 Sir 嘅啦，見近排咧啊，中電見到咧，即係澳洲嗰邊嘅業務咧就輸大錢啦嚇，咁啊就股價咧碌咗落嚟，再加上咧嗱，中電有條橋咧就俾火燒完之後咧嚇，就雪上加霜啦嚇。有啲觀眾有啲提問嘅，佢就話咧，其實咧而家儲定啲貨，啲電力股跌到咁低啦嚇，咁啊第時電動車成行成市嘅時候咧，就有望上升翻喎，咁樣話。好遠好遠啊條路。好遠啊嚇，我諗到。嗱，佢話定係買啲內地嘅電力股好啲喎。你記住一樣嘢，喺中國嗰個準則咧，係要2030年先至電動車咧，可能咧個滲透率係達到50%。但係香港特區政府冇呢條條例㗎嚇，佢可能2040年都仲未達到50%嘅。所以你咁早而家2022年要睇到2040年之後咧，18年之後，我哋都見唔到啦。啱唔啱啊？嗰陣時嚟講咧。即係有咩評論咧，都傳唔到俾你㗎啦！你咁早去睇18年之後香港嗰、那個嘅用電量，咁啊我都冇一條數可以計得到俾你。咁但係你要睇一睇咧，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中電嘅最大嗰個燃油，即係佢嗰個成本發電成本係乜嘢啊？大家知唔知啊？煤啦，天然氣啦。咁但係你睇睇近呢半年煤價同埋天然氣價係有冇喐過咧？天然氣㗎，升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咁你所以你睇一睇翻啊，佢嗰個發電嘅成本啊，嚇，包括煤都係啊，煤都升咗好多啊。佢嘅發電成本今時今日嚟講咧，我相信佢一定要向立法局咧係申請加價，先至補償翻佢嘅成本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再加上頭先你所講澳洲呢一方面嗰個損失，咁啊暫時嚟講，我覺得佢雖然係跌咗咁多，但我覺得咧你要咬翻條腰，翻上嚟再。做翻一個上升通道咧，我覺得係會慢好多嘅。就算升翻都好咧，嗰條上升咧都唔係屬於一個叫 V 型反彈，可能係屬於一個叫 L 型嘅反彈。咁啊，所以你買嚟擺就得嘅，你買嚟諗住立即彈咧，我覺得咧就唔好太過理想啦。OK， 好，我哋要搭 Cherry 啊，係啦，好好啊。呢、這個超級留言咧就問就1919，但係除證之前咧12.44就買咗8000股嘅，咁而家收咗息啦。而家咧就係啦，唔知點樣處理，定係咧佢話守住好啊，定係轉其他好？頭先講咗啦，波羅的海指數咧係咁跌啊，係咁樣跌，咁啊，所以咧唔好吃眼前虧啦，虧啦沽咗佢。咁就我就建議你買轉去兩隻，一隻就2015，一隻就3800，你自己選擇啦。係嗱，啊呢個係阿倫 Sir 嘅建議啊，3800同2015啦。阿郭 Sir 你有咩建議咧？你又如果二揀一嘅話咧，我諗我會揀3800啊，因為咧上一陣佢停嗰牌好耐。咁咪復牌之後咧就3.4，全世界啲散户要沽嘅，冚唪沽3.4，個個笑住嚟沽嘅。我都賺錢嘅。好啦，問題就係接你3.4嗰啲資金咧，
後期跌到兩個幾，佢一樣坐住守貨。好啦，而家翻翻上三個七毫幾啦，揸咗咁耐，帳面上賺10% 利潤，唔係佢哋杯茶嚟噶，佢哋唔會資助嗰10%，一定係後續有啲部署噶啦。所以啊，理想咧其實都好，但係已經一月升咗一倍啦，有少少行快咗噶啦。即係二揀一嘅話咧，我會揀只300作一個部署咯。林 Sir， 你會有咩換馬策略咧？係咪1211啦？我就寧願就係、如果你搏呢個落後，梗係2238係落後啦，因為2238都係乜？成個同樣嚟講，佢係落後咗，無論係比亞迪啦、理想啦，同埋所有嘅電車股係落後咗佢哋好多嘅。咁頭先我所講到咧，就係話廣汽旗下佢而家嘅新能源嗰個汽車 ION 係賣得幾好嘅。咁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咧，我覺得咧，如果你追落後咧，我寧願揀2238。收到2238，好啦，嗱，再不如講下就三貓黨啦。啊，三貓黨啦，佢就話想講下啲油價，因為見到油價咧係咁跌啦，係咁跌啦。係啊，而家你都會再跌，點解咧？呢個禮拜阿拜登走去沙地阿拉伯同穆罕默德朝聖啊。嗯。唉，咁啊，梗係要增產降低油價啦，咁所以咧短期內油價仲會跌嘅。嗯，係啦，咁啊都應該會跌啦。咁佢就話跌定先搏反彈啦，係咯，大家觀望下先啦。跌定先搏反彈啦，我諗可能而家個油價會跌破100嚇，咁你先再買啦。好嗱，望埋阿 Leo 先 ，Leo 又想問阿林 Sir 就1316啊，就內世達。嗱，內世達今日咧衝破咗條100天線啊嚇！嗱，佢5.7翻嚟嘅，咁啊，其實就唔算賺好多啦，但係今日破位叫有啲信號啊，幾好嘅。繼續上望等幾多好喎？嗱，其實內世達咧就其實琴日就已經食咗股噶啦，咁雖然今日嚟講最升都冇辦法，咁但係我係因為5樓下買噶嘛，同埋已經買咗兩轉噶啦，咁啊，所以琴日嚟講咧。一口氣咧就食得好，沽咗曬佢，咁啊估唔到佢今日仲要再升，咁但係睇翻個圖形咧，佢係穿咗保利交通做條頂線嘅，咁我自己一定有個紀律嘅啦，你升穿頂線，你打死我都唔會追噶啦，除非你落翻嚟，咁唔係話佢後腳唔好，其實始終嚟講咧，佢係一個好重要嘅汽車零件嘅板塊，同埋咧係屬於係世界性嘅，唔係淨係集中喺中國嘅。佢出邊好多咧，譬如話 GM 啦、福特啦、Benz 啦、Toyota 啦，甚至乎 BMW 啦，咁佢全世界佢都有供應，咁所以咧佢呢方面嚟講個業務係平穩嘅，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啊，但係今日始終技術走勢升穿保利交通道頂線，你要買佢，你等佢落翻條頂線之下先買咯。收到嗱，再望下謝鳳雙先嗱，佢就想問只藥明啊，2269嘅嗱，今日咧見到佢咧，終於有突破啦，冇錯，升翻一成，補翻個裂口、啊，未補曬嘅，爭啲嘅，其實都仲未補曬嘅。嗰度就俾美國制裁啊嘛。啊，咁啊，終於入翻個頭上嚟啦。咁啊，觀眾咧2269個時候喺69蚊嘅時候買嘅。有錢賺喎、啊。係啦，繼續揸住好啊，定係食股好啊？你補翻裂口之後食啊，定係點咧？裂口頂部是幾多錢啊？80多啊？82。當你80到82啦。80蚊啊，80蚊。咁而家補緊呢個裂口啊，補唔補曬我哋唔知啊。但係今日嘅成交咧，你再留意埋嘅個動力係配合㗎。係。咁啊，配合埋嗰個六月份嘅半年結啦。去到後期咧，基金啊坐貨嗰啲啊，其實有唔少基金係講緊咧係90蚊或者甚至乎100蚊樓上坐貨噶嘛。舊年一路配到成100多蚊一股噶，殺到落40蚊，得翻個零頭，你估唔傷噶？有機會做翻好少少嘅，掹翻高啲嘅，個個基金都會咁做。而家先睇咧80蚊個口價先，過得到嘅，你中意就沽一半，剩翻嗰半睇高少少，因為再向上行咧，250天線大過90蚊嗰度咧，個阻力就真係比較大啦。咁啊，第一個目標先睇住80、82先啦，啊！好嗱，望下 Michael 先啊，啲金菠蘿包同學仔嚟嘅，佢又想問啲啤酒股喎，168青啤同埋只291啊，只潤啤啊，嗱兩隻咧，佢就問可以上望幾多？佢話兩隻咧喺底部嘅時候都有貨，話291如果底部咧38蚊左右，如果168蚊喎，底部就50幾蚊。啊！如果兩隻都鬧咗貨，應該賺緊唔少錢喎，係咯，因為入場費都好貴喎，呢兩隻。
清啤就睇75蚊啦，嚇嗰個裂口位。裂口位75蚊㗎。75蚊睇下嗰個潤啤啊。好。潤啤。仲有排升嘅潤啤。潤啤啊，佢嗰個250cc $57。係點解有排升先啊，林 Sir？其實因為我昨天朝早咧做經濟通，都啱啱有人問我，佢話咦就嚟保利交通做頂線啦，食唔食苦咧？我就叫佢唔好食啦。你睇翻成個圖形咧，佢係行一個成個 U 型嘅反彈。咁呢個 U 型反彈咧，對應翻之前嚟講，由呢一個三月初嘅時間咧，啱啱好大約59-60蚊嘅補翻呢一個頂咧，先至叫做升勢完結嘅。咁所以未來咧，佢有條件翹住嚟保利交通做頂線咧，一路咧係上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食股咧，不妨可以等59-60蚊啊。咁啊，大約個附近嘅時間先至食股，唔需要咁快食嘅。好。係啊，呢只就唔好咁心急啦嚇，等一等先啦嚇咁啊。雖然咧佢低位已經有貨，可能咧都即係覺得心滿意足嘅啦。但係咧，阿林 Sir 點一點之後咧，可以揸耐啲啊。啊，有觀眾就想問埋咧。問江西桶。KK 就問只江西桶到底未喎？未到底啊，桶價仲喺度跌緊啊！同埋另外一隻就26001一樣啊，呢啲有色金屬係咁樣跌啊，仲未到底啊！係，仲有排跌係咪？仲有排跌啊！攞命啊！哇，全部都試緊一年嘅低位喎！係啊，全部都係咁嚟。係一年嘅低位啊，試緊啊！資源股近排就唁好掂住啦，即係頭先講嗰啲油啊、鋁啊、銅啊，啲全部都即係麻麻地。你夾翻隻358睇睇嗱，看圖識字，你睇個圖啊，已經知道啦。其實由早前啊。好早前噶啦，佢跌穿咗條250天線之後咧，直到而家呢分鐘，所有移動線嘅排列都係倒序嘅模式㗎、都係向下。係啊，都係向下㗎。咁你睇見咁嘅形態咧，你都唔需要太過執著啦。況且早日嘅下跌咧，你睇下個成交係好大㗎。到今日咧，佢都係跌，但係成交就縮細咗。但係兩日嘅成交金額係近期嘅新高㗎。咁邊個喺10.0幾呢個有咁大嘅股本出嚟啊？一係就散户，一係就基金咯。係啦，係啦。我唔覺得散户會咁樣估法咯。好嗱，望埋阿做 N 問題先，佢就問只美團嘅3690嗱，205蚊咧嘅時候入嗱，都近乎近排嘅接近訂高位啦嚇。但係咧就近排又回翻落嚟，開始有啲橫行嘅跡象。他就問這一轉上網看多少，林 Sir 你怎麼看美團啊？我相信呢下個星期三呢就是這個期指結算啦，美團作為一個重磅的藍籌股呢，我覺得怎樣都要上回200元樓上先，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拿住的話，你就等到200元樓上才想要走一走咯。因為始終他的保利交通道頂線都還是很高的，他的頂線下個星期呢可能下移到大約210元，咁呢個咧樂觀嘅情況可能到，咁但係悲觀嘅情況，我覺得都唔應該低過200元去估佢嘅。好，知道。嗱，咁啊，另外有啲觀眾咧就想請教一下啫。1385隻上海復旦，Amy 咧就話咧28.6嘅時候高追咗嘅，佢就問仲有幾多上升空間噃？都有幾毫子賺啦，佢真係高追咗。有數字顯示咧，中國嗰啲半導體股咧，全世界嘅增長最快嗰啲公司喺曬。喺曬中國，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上海復旦可以睇好啲嘅。睇到幾多度咧？睇到幾多？我諗30元以上啦，睇到因為見到佢近排咧就係嗱呢啲30元好明顯有個阻力嘅。係啊。見到佢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想再試30元或者再高啲嘅位置。係啦，如果穿到就係嗰次第二個高位應該32元係嘛？33.2。33.2。咁咪睇下三十蚊穿唔穿到啦，你唔買都買咗啦。過得到30元嘅，咪等等先咯。因為上一陣個高位，一年個高位咧係33.2噶。咁啊，倫 Sir 都講咗啲基本因素啦。唯一要講嘅就話咧，你睇翻往績嚟講咧，35倍嘅市盈率，其實半導體股份咧一般市場俾嘅市盈率都略為高少少噶。不過咁，息率派送就比較微啲啦，係0.28厘嘅啫。即係話你股價唔上升嘅話咧。
就啊慘啲啦嚇。咁啊，而家先睇就30蚊，30蚊個二毫半過唔過到先啦嚇。哦，林 Sir 咧，林 Sir 你點睇只上海復旦啊？逢親呢啲半導體股嚟講咧，派息一定係好低嘅。咁所以你睇翻就算美國嗰啲咁嘅晶片股嚟講咧，派息都係非常之低嘅。咁呢一隻咧，唯一可以講得到咧，係叫做成長股，因為佢係做啲科技股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個國策上方面嚟講咧，都係令到佢係有啲憧憬嘅，因為喺嗰個半導體嗰、那個股份近呢一年嚟講，你睇到佢嗰個增幅咧。佢生意額係好大，但係只不過咧，佢盈利方面個毛利率冇提升。點解我咁講咧？因為你睇得到，暫時嚟講，中國嘅半導體都係集中於喺一條中下價嘅半導體嗰度。咁呢啲中下價半導體咧，嚴格上嚟講咧，就係一啲叫 commodity， 佢唔係屬於一個高新科技嘅。咁啊，個價格喺方面咧，差唔多叫爭硬市，即係話你有生意做，但毛利率唔係太過靚仔嘅。咁但係整體中國而家嘅政府都係不斷催谷呢個半導體嘅市場，咁所以喺嗰個政策大環底下嚟講咧，生意有得做，前景都係 O K 嘅，都係仍然屬於樂觀嘅。好嗱，今日咧都非常之多謝阿林 Sir 咧同我哋解答咗好多嘅問題啦嚇。嗱，做翻少少節目預告啦，聽日咧我哋又會有啲新嘅節目咧就會上架嘅。嗱，大家記住留意朝早9點，我哋咧會有個新節目叫做超級 talk 啦，我哋請嚟啲猛人咧上嚟同你分享嘅。咁我哋第一集咧就請到阿李根興博士咧上嚟同我哋咧係分享一下佢啲投資心得嘅，同埋做人處事嘅之道啊嚇。咁啊，大家記住留意我哋嘅節目啦。嗱，都祝大家週末愉快，下星期一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拜拜。如果你作出錯嘅決定而後悔，呢、這個就人生低點啦，我覺得嚇。咁所以咧，嗰陣時剩翻嗰四嚿水嘅時候，400蚊係銀行啫。我嗰時候10間街鋪加埋10.5億港幣喎。咁啊，頂、即係全香港雖然啊，我不會話自己第一，但係我也不會承認自己是第二。你講你破產未啊？應該要啦，係嘛？咁、但係你越要破嘅時候，咁你咪越要掙扎。自然嘅時候逃出生天，永遠危中有機。重新地將自己變成一隻豬，哇！嗰陣時豬力就發出嚟啦。咁嗰一刻，你哋發覺咧，所有身邊嘅資源啊、親戚朋友啊、同事，所有嘢咧都會 behind 你，支持你，永遠係個積極心態，預測未來不知所謂，兜腳細馬。大家記得俾 like、留言、訂閱、撳埋鐘仔，仲埋分享埋俾啲朋友，多謝。